啊，有个二级甲啊，没有头盔。嗯，啊，911选择了，既然你要硬架我，那我就再去小搜一会儿啊。哇，由于大家前两局在楼顶上打斗，有些伤亡以后，就是都学乖了，是的。所以导致大家都在这种学校里面僵持不下。哎，让你听到我这个好像要扔道具的这个 timing，然后你拉出来，其实我是马上切了枪去架你的。是的，怎么回事？鱼人怎么炸倒了鱼人？懂了，直接懂投了，降懂了。吗？这是。啊，还有兄弟没有，才刚刚落地啊，林强刚刚飘到 N 岗啊，嗯，好雷！太长了哇，哈。今天真的各种什么扶手、栏杆，各种 MVP。小童过来的话，也是被 Cobra 给打掉。突击吗？啊，学校主楼这一侧还没有打完，骄阳这边在听声辨位，自是己的，先不漏。感觉学校里面人可太多了呀。是的，给克想要从左边攻了。好，这个闪过去了，骄阳应该没了。全白啊。龙宗纯也淘汰掉了麻木。嗯。啊，人一人都一恨加老油六，人人啊！都是老嗯，六。是的。哦，这边911是淘汰掉了英英，是的，一埋姐了打很掉久了啊，萨萨，对，石秀的话也是磕，很紧，然后就直接嗯，打起来了啊。对，学校里面最终 pick 男。我宁居然是在南边，开船过来的，然后找一个是，上岸的地方。脚滑了，哎，这个，很聪明，就是不给你一比打我的机会，围着树打圈圈，你再往上面去走，再找一波 timing 点，利用这个反坡。博良这个位置身上有一颗雷，六颗人。不是他怎么，他是不是被蓝圈收掉？因为没注意他的位置啊，不纠结这个问题啊，看一下是其他选手的一个发挥。我 pick 男杀疯了呀！pick 男把学校人的。应该没了吧？再看一下，看到一个脚趾头你就没了。应该刚刚第一时间右转的时候，应该是撞着什么东西在堵，啊，是。可乐也在这个中桥的中段啊，在这个桥的中段。我 OK，的天，是可乐，可乐！你看，不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情况？就是你堵桥，我根本就不怕你，对不对？我能跟你打。但是龙斯哥的话，反手是把小鹿给打掉了，然后龙宗权又把龙斯哥给打掉，估计没有想到你怎么一个车上有两个人。八个急救包，哦吼！S 岗过来的队伍啊，无畏也被溜了，站在蓝圈里面，居然厕所还有个人，像是吗？一直跟在小天的一个身后。这边先来一嗯。波 Ibiza，在车上小李是直接将车上的聪聪给打掉。是的，木子里血量已经不多了啊，马上就无了，车也炸了，这个手雷伤害高啊。赶紧回去啊，别家被偷了。嗯，，pick 男，四杀，还拿把位拖。主要现在很难受的一点是，周品言这个防区不在圈了，而虎视眈眈蹲了很久的石器兽是挂在了一个圈边上，这个架势很雷了。哎呦，这个手雷正好砸到了露露的脚边。哦，没问题，你如果干拉的话，那就跑不掉了。啊，开始往前蹭，看波仔会不会遭殃。哦哟，天天啊，天天白收忙活完，是的。啊！林叔过来的话也是被我，但龙是宗崔西泉，没掩体啊，崔是西的，没掩体，打不过。
龙中圈五个淘汰了。嗯，做好事是有好报的，看来。是的，哎，确实。抓到这波机会，实际时候也在对小虎发起攻击，反而是两边基本上都是被自己背身给打掉了，就是龙宗拳也是被这个背身，在往前爬，哎，晃到了吗？晃到，看到了，被看到了，哦，失去手，哇，真的很惊险啊！刚刚，是的，他的反。烧着了，那没了。没了，没有，没有了。哦哟，pig 男六个淘汰了，实际上五个淘汰。天天呢，天天过路被嘎了，大家都是六个淘汰。这是。一打一，黄金巅峰对决，这个角度可以扔呢。好的，我这边直接一个手雷枪不给你开的机会啊！